地震哀服务，最爱轻松办。大家好，我是桃园市地震特派员易昌。为了节省市民到地震事务所办理主力登记的宝贵时间，本市独家推出地震哀服务便民措施，四招教你轻松办，请看。第一招，安取号。先取号，再出门办理登记，不用等。第二招，安收件。你送件，地所取件，安心快速又方便。第三招，安领件。随时领，不用等，下单领件免请假。第四招，安邮箱。要领件，真方便，时间地点不受限。大家好，我是金钟哥。地震局推动地震哀服务多元申办的服务方式，让取号、收件、领件变得更方便，不受时间、地点的限制。您了解了吗？大家好，我是桃园市地震解说员阿丁。今天很高兴要跟大家介绍我们桃园市的地震哀服务。第一招，哀取号。市民朋友可以利用手机的 APP 或网站开启地震哀取号服务，可先浏览本市各地震事务所的现场，及时的等待人数，让你弹性的安排行程，也可以直接线上取号哦。第二招，哀收件。如果您使用数位柜台，非全程网络办登记案件，除了邮寄，也可以将案件送到本市各地震事务所的智能服务柜，提供您多元的送件管道哦。第三招，哀领件。案件办理完成后，本市各地震事务所的智能服务柜也提供24小时的领件服务哦。只要透过简讯密码或 APP QR code 就能开柜领件，是不是很方便呢？第四招，哀邮箱。除了利用前面的哀领件，本市与邮局合作，民众可以选择2000多个哀地点领件，不受时间、地点限制，让你轻松领件，是不是更方便呢？想知道更多资讯吗？请至桃园市政府地震局网站或扫描 QR Code 查询哦。